我哋練嘅時候好精彩㗎，通常就會壓力，好大壓力。呢個係我由以前啦，未入行之前喺羅方 train 咗好多次啦。咁啊，當初有一啲嘅前輩或者一啲其他嘅樂手都會成日咁樣去嚇我嘅，但係佢話嚇嚇嚇就會大㗎啦。所以而家我咩都唔驚。喺羅方其實遇過好多啲搞笑嘅場面啦，試過唱唱下，即係大風嘅，係真係大風嘅，試唱唱下。成個劈飛咗落去啊，土架飛咗落去啊，咩都試過嘅。呢個係可能我係又多手啦，成日中意將啲嘢咧，會發覺我中意將啲嘢搬嚟搬去，好似當係自己屋企咁樣。翻起嚟攞樂方咧，真係好有自己屋企嘅感覺。畢竟喺呢度都數下手指，應該係第六個年頭，中間有一啲時間冇喺度唱啦。近排又翻翻嚟唱樂方，不過每一個禮拜都可以玩好多級好多，係好開心嘅一件事。好啦，今晚已經講咗好多嘢啦。是時候送上最後一首歌，屬於自己的歌。一首比較悲慘的歌，但我都很不明白為什麼，不是我唱的，我寫給一位歌手唱的，但我都不明白當時究竟我經歷過什麼要寫這首歌，現在應該沒什麼可能的，因為思維都已經變了。我覺得拍拖和兩個人一起其實是為開心比較多的，這些情況應該不會出現在我身上，越痛越耐送給你們。